来，现在什么时间点？2016年1月17号的晚上21:46。我是小宋老师。OK， 好，过去这个东西关起来啊，过去。那今天要讲的是那个是，我要整理一个像当了书单一样的东西啊，用录影的方式，有时候稍微加点是旁白讲解。OK， 当做书单的整理，这是。就讲了中古文献的部分，这是中国古文献学史，谁写的是吧？孙清善，是中国大陆的，是中华书局中北京的中华书局啊，给就上下两册，给上下两册，第二册在这边是啊。中国古文献学史，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看看是后面应该有写吧？是什么时候进来？是应该是四个月前吧，如果是现在是元月份，是大概2015年10月14号，是万卷楼，是啊，第一波生平有一次，小宋生平第一次到万卷楼去，第一波10月14号，这里面讲了一些古文献东西，这算是比较完整的，这两孙清善女士 ，OK， 这两本，接下来藏书家呢，这也是这藏书家各有两个集啊，就是两集各分。上下两集，就是一共四本，这是中国大陆很有是非常受到欢迎的那个有关于书目解题的东西啊，就是一些要介绍一些国内外的藏书解题，有时候包括一些西方哦也有。那当然说藏书的那个对象不见得那个书籍是中文的书籍，有时候讲到一些西方的拿来借鉴，比较东方西方的藏书就是概况 ，OK。这原先是个期刊，然后它有合力门，这是1到5集，它是上册，是什么出版社？齐鲁书社，齐国的齐，看清楚一点。好，齐鲁书社，这个我看看，这也是我还记得这也是万卷楼买的，是上海书林梦艺路，是多相关的。这是合集的部分呢，是吧？《大智度论》卷第6，是 OK， 是这个东西 OK。这很久以前，这是什么时候寄来的？我忘记了。中国书目学里面，这个是从姐姐那边拿，姐姐那边的书架拿进来的。很久以前呢，是 OK 过去。这是藏书家下在这边了，是齐鲁书社的 OK。这是第一集，那下待会这边是第二集，在这边第二集是齐鲁书社是14到16。那看看它是出版时间呢？我看看，可能放到第一册是不是？他看看它目录的部分，黄显公《中国早期藏书票的一种新形式》，是郑振铎为中国俗文与中国俗文学是方继孝相关了。我看毛晋及古格，在崇祯3年藏书科书考，晋升老铺荣禄堂刘强王家驹，大概看看它是出版的资料，2008年6月1号出版的，六月第一版，是啊，这还是上下，这是 OK 啊，这是14到16 ，OK， 那边 OK， 下册在这边，这上册这边呢是 OK， 是藏书家共有四本进来，同个时间进来的，各分上下两册，好，那这个东西呢是，这兄弟们是谁？是谢玉杰、王继光主编，《中国历史文献学》，大概也是万卷楼买的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OK， 看后面小宋这边的笔记还有没有讲到？是第一波万卷楼的时候是吧？出版资料 OK， 2014年11月出第一版相关的一些东西是。看一些东西，一些目录部分，文献与历史，这还是专针对历史文献的部分呢，是吧？印刷术哦，雕版印刷，这是小宋很有兴趣的主题呀、啊。活字印刷、四部典籍文献、类书、丛书等，是吧？我可以过去。这是谁？是王继光，谢玉杰。好，接下来这个东西呢，是中国历史文献学，是国家图书馆，这是奇怪，是基本上是中国大陆的，不是台湾的。杨燕琪跟高国抗主编呢，是国家图书馆中国历史文献学是。
看过去 ，OK。大家看页目录的部分 ，OK 吗？是，是2005年出版的，是看看历史文献的话 ，OK， 第一章呀，相关的人呢，中国历史文献选过去。看到这个就是故宫了，台北故宫买的一本，是啊，院藏图书文献的珍品，是古籍与秘档。Rare Books and Sacred Archives 是吧？国立故宫呢是稍微久一点，那是半年以前吧，我记得是出版时间民国102年8月，就好像有一些因为有一些英文的对照是啊，元世长庆集是啊，那个是原白嘛，是不是元稹的？是不是是白居易跟元稹齐名的《光海堂藏书》。1839-1919，杨守基哦，这他是到日本去是一些求书的状况，是买书收入海外的一些书籍，日本的我记得是不是他？是啊，是杨守基，想起来没错，他曾经到日本去搜罗，但是没有日本刊本。是啊，他严格有机会的话，小孙子把他挖出来看看他严格如何。就是杨守基那一批书啊，是直接到了那个是故宫的那些现在故宫了，台北故宫哦。是什么东西？六朝文集是啊 ，Annotated Memories by Lu Zi， written by Lu Zi 是谁？是一个 OK 过去是，好过去，这是非常有名的张顺辉的是啊，中国文献学是、啊。张松峰是明清时候的人，是忘记了是中国文献学。我知道是非常有名，我还那小松那边还有更早以前十多年以前那个是中国古籍校读法，那应该是近当代人吧，是不是？导读这本是上海有是六讲，是不是相关的？是什么书店？上海古籍的是，这是中国古文古典文献学基础，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？是董宏利主编，是哪里的？是北京大学。是上面有写普通高校中文学科教基础教材是看看内容是1948年生的，北京大学的话出版2008年7月是相关的，但是更基础一点的是吧？简博文献敦煌古籍版本学 OK， 差不多好过去。古典文献学基础 OK 过去啊，这个东西相应的个这个半年前左右了，这个相应在书店。范用是不是？汪家明编是哪个出版？哦，是广西的，广西师范是吧？那应该是在圣环那边，板桥圣环。这个东西是。这是哦，没错，就是中国文化大学的那一天在华冈啊，是在那个中国文化大学校区里面的那个是校园里面那个福利社啊，是出版福利社，是去万里嘛，是去万里昌彼得是吧？这很基本的，国内的学生很基本的，就是中文系的学生很基本的东西啊，是吧？那后面讲了一些好像是一些列表，是我记得是啊。就基本上是，就是西元冠以西元东西，这对照中国的纪年呐、啊，是啊，过去。这个图书版本学要略看看，它可能很早的翻译，很老的出版品啊，是吧？就当时一再的那个时候，这边有写中华民国42年时候出版的过去。是这本书呢，《中国近代出版史实》出版史稿。元清主播加记是看看是哪个出版社，是南开大学出版社，王杰明王小霞中国近代出版史稿，看内页的部分 OK， 是2011年2月第一版的，是上线是19世纪初，下线1949是是那个是那中间呢，想看看。是啊，雕版印刷术是版印时期，传教士鸦片战争，两次墨海书馆华画花圣经书法，有趣 ，OK， 有趣。
这个东西是，这是铜板子学板子印刷，老少有特别。这东西是古籍一本鉴定概述，上海瓷书出版社，陈正红，是梁尹，宋本金石入，云科黑，黑口本，吉骨骼，五音殿巨真本是。是越南本的绿碑绿牌记，是中国古籍三本书目，上海瓷书出版社。因为是又有彩色，都是它用学板纸和铜板纸印刷了，是。已经过了10分47秒了，是。辽阳吴氏族谱是特别的，南疆易石乐本是不是？殷学五书道是清代的，特别有趣。嘉兴子哦，千百年什么演呐、啊？是不是？日本明和四年呢，万历科本的明万历科本是特别的是。中国本科口是相关的东西非常多，看看它出版的状况是人民币59块钱，是盛华买的，2015年9月30号是吧？好，看看它出版状况如何，是鉴定啊，实际啊，刘侯世家过去 ，OK 过去。那这个东西它有几本呢、啊、是清代版本学史，这是谁？江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清代版本学史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。待会儿小宋要讲那个有关于考古学的部分的嘛，考古学做个整理。手边拿得到的是最近的，不是那藏了好几十年呢，埋进去就先不管了嘛。最近搜罗到的考古学，关于中国考古学，西方的，西方可能没有，大部分是中国东西啊。读书名求就可以。我去，这本书的话，看看它的书部分是江西，1983，哇，好年轻呐、啊，是后进啊，后进学人呐、啊。打算他的专业是不是？你看。清代版本学发展这么锁定清代的是版本学，清代以前版本学，看后面一点你看看，是还是讲一些观念的东西。我就讲到是纪昌，是纪昌藏书目，秀古亭熏习录，天禄琳琅书目，四库全书，是拜金楼藏书。OK， 到这里。那还有哪些？哦，还有几本这些东西，这是很普普性的东西啊。是谁？黄彦胜，天禄琳琅，这基本上也是万卷楼买的。他这本很特别的，商务印书馆呢、啊，百年经营是1897到2007。王学哲、方鹏程是，华中师范大学是中国大陆的，是吧？出版学界是吧？好、哦，还有几本，这几本是。版本目录论丛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是，崔复章是北京中华书，去看看是目录的部分 OK 吗？是浙江大学古籍研究室，2014年10月是，看看它的目录的部分 OK 吗？看目录的部分。楚辞学，哦，都在这面的很多，是张太阳学院是 OK。过去，好，还有几本书 OK， 是印刷出版于知识环流，16世纪以后的东亚，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是啊，教育出版博物室，上海人民啊，是。研究上海人民过去的，还有几本一下来看，是
中国图书事业史，来新夏是，这是位名家老师，出版社上海人民的中国图书，新的，非常新的这个东西，后面部分还是翻不到页数，是吧？2009年的是吧？看看那相关的资料。琴谱的音乐在这边，侧装形式的游戏，《西国春秋》，大概看看配文音乐 ，OK， 大概是这样式，42 ，OK， 不去，好，啊，看到这边，哎，是很早以前小松影印的资料，是在故宫的文物月刊，是什么时候？2003年3月11号 copy 的也是啊，是什么？谈故宫博物院所藏宋版书，是现在小宋有一个很得到一个非常大的宝藏，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那个是文献大图书馆，哇，星期一到五都有开的，开到晚上是傍晚是5点啊，是那里面是宝藏啊，是很多东西都在里头。那小宋只逛了其中一层楼，还有2层楼还没逛，以后慢慢去，这去了两次了，是吧？他们就已经送好过去，是相关的是。座谈的论文，发表论文过去，那还有这几本呢 ？OK， 我稍微整理一下 ，OK， 整理一下。是一过16分36秒的《中国图书观修史》，霍艳芳，中国图书文化社曹之主编，是哪里哪个出版社？武汉大学。好，再看这最后这两本啊。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，是张惠操的，是世界图是世界图书的中国出版集团，是民国时期，这是中国大陆学院所整理出来的东西啊，看到1978年是非常新的，2011年12月的，是看里头东西啊。目录的部分 OK 吗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，啥文献馆？是啊，是国府制度时期的明清档案，是过去。好，最后一本就是彩色版，这是西林，是啊，这是西林印社的那个是拍卖的图录，西林印社拍卖的图录是在那个哪里？华新呢？华新二手书店买的东西。是啊，那里面有很多都是古代的善本书、藏书，拿来当时拍卖会上拍卖也是展品啊，是啊，是些墨拓，是啊，是啊，《易服传》相关的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一天除了这个东西哦。对，小时候待会再整理一下，短短的6分钟左右，要看那个是中国货币的东西，再把它补起来，补起那个半年前弄的，那是已经上载YouTube 的那个是钱币的部分，这钱币第二，待会来进行钱币第二，是吧？对吧？做个总结。OK， 到这边告一段落。OK， 这边是文献的部分，文献学的部分，应该没有漏掉吧？最新的都在这边呢，是吧？新的数字这边文献的部分是文献学的部分 ,OK, 到此告一段落，现在2016年是17号嘛 ,9日 ,OK, 过去。